Hello， 我们来到金湖的晨间厨房，店长这样子，吃啊吃啊，吃啊。啊，儿子帮我们点什么？猪肉呢？哦，那、啊、这个也不用那个洗。我要看看。还没吃到肉，等一下咬一口。鸡腿堡。酱汁照照，还行啊。好，这边到这边了，拜拜。